我有东西可以看吗？可以看一下。Who am I? Who am I? 如果我还有一次选择的机会，我还会再次选择吗？如果还有一次选择的机会，就给你。你还会再次选择吗？ Fire man, fire man, fire man。哦，我觉得蛮好的，蛮好的。然后中间那一段刘特你的那段戏非常的出挑，所有人跪下了，然后你在中间那个戏非常出挑，你那段必须得压住，就是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大家让给你，你得把那个气氛给抓住了。还有就是姚琛，你最后那一段不是 rap 的部分吗？对，我建议你不要对风楚轩唱，对前面唱。好，明白。你对风楚轩唱直接就是掉了。好，然后我觉得因为那段情绪很饱满，往前走，因为那个时候周震南在前面，然后这边如果还有一个人出来其实会很炸。 OK， 对，刘特跟那个谁你们得抓紧啊，就是能力跟不上，表情得跟上，状态得跟上，脸唬人，状态唬人，懂我意思吧？你表情对了，气势对了，哪怕一点动作错没所谓，谁看得出来？好吧，好，加油，好，加油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